藝術嘅嘢你又識啊？佢識我，我唔識佢。呢幅你覺得靚唔靚？我覺得幾特別呢張，其實好襯你，我覺得可以有機會送俾你啊，啱曬呢個題材。點解我？啱你咯。點解我？成日話慢活人生，慢活慢活，其實都係要講地區嘅。咁其實如果寶寶你喺中環港島區翻工，又想有一個正宗大王嘅環境，今日啱啦，我嚟咗荷里活道。其實好多發展商叫米高去拍片宣傳，但係其實我都有啲遭受俾麻麻地嗰啲咯，我都婉拒咗。今次唔同啊，呢個發展商咧，佢冇叫我啊，我自己睇完啲資料之後，我就發覺哇，其實都好吸引喎，因為呢個地段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餐廳，跟住亦都有畫廊。文青的感覺拉滿啊！所以就算呢個發展商冇叫我嚟，我都主動嚟拍俾大家睇，因為佢啱啱又砍價呢個價錢。如果屈指一算計下個租售比，超過五厘嘅回報，中上環地段後面又有個可以俾你慢慢溜溜球嘅大花園公園。咁樣事不宜遲啊，帶大家上樓啦！Later， 喂，問埃文斯包包幾多寶？我知即係有努力工作啦。一入到單位內部啊 ，OK， 首先發電商善用呢個牆身嘅，咁就擺咗個全身鏡，等你出門口前扮扮靚。我哋入到嚟就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全部收納量拉滿啊，做到頂。有電磁爐，跟住就微波爐，亦都有乾衣洗衣機。呢邊收納空間，另外當然少不了 Gorange 嘅雙門冰箱啊。好，咁跟住我哋行完呢個開放式廚房，就嚟到客廳嘅部分。你所眼見嘅事情，包括 sofa 啊、電視櫃啊、茶几啊、電視啊，除咗我以外，你見到嘅嘢全部交樓嘅時候配埋俾你。其實呢度係一個舊樓翻新嘅項目，以前發展商係放租嘅，你可以選擇連租約去買，或者選擇一啲冇租約交吉嘅單位。發展商透露35000蚊係成個小區最低嘅租金。仲要送埋執房服務，35000蚊。如果講緊700-800萬嘅樓價，哇，真係超過五厘喎！呢個叫 Hollywood Hill 啊，呢個係一個舊樓翻新嘅項目，佢全部都係400尺嘅一房單位。我哋嚟到套間嘅位置，當然洗手盆啊、魚翅地方呢度，哇，最驚喜嘅除咗有淋浴間之外，有窗嘅設計，佢好細心喎，俾咗條鋼線 wire 你，我嚟晾衫。冇錯啊！哇，其實佢個收納空間都真係好足喎！啊，呢度好深，仲有隔萬送埋俾你。哇，個深度可以收埋兩個人都 OK 喎！發展商提供埋雙人大床，你見到三邊落床 easy 啊！我最中意咧，佢呢度做咗啲圓空嘅層架。啊，呢個貼心位幾好喎，個燈掣喺度獨立調校，咁就唔會騷擾你嘅枕邊人啊嘛。好，呢個房間好多啊，三線嘅采光窗非常光猛。好，呢度就係一個書台或者可以做個梳妝台嘅部分，延伸到嚟呢個位置，哇！呢度又有個全身鏡，哇！大家又覺得呢個咁嘅400尺單位700-800萬收到35000蚊租，仲要喺中上環，呢個行到去中環嘅荷里活道地段，大家又中唔中意咧？